香港特区政府创新及科技局局长薛永恒于十二月二日召开香港健康码记者会。薛永恒表示，港康码系统将于十二月十日开放注册，让市民尽早试用并熟悉功能，待正式通关时可以畅顺运作。薛永恒在记者会上表示，恢复香港与内地免检疫通关是头等大事。 目前两地有关商议取得良好进展和阶段性成果。创科局和特区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一直在技术层面积极配合，全速筹备通关的技术对接。其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推出港康码系统。港康码有两个重要的功能嘅，确认港康码持有人咧系咪一属于有风险嘅人士啦，同二系咪居住喺或者去过有风险嘅地方。 要做到呢兩個功能呢，就需要實名登記，亦都要提供居住地址同埋出行記錄，先至可以呢，決定係咪屬於有風險人士，有冇去過有風險嘅地方。居住嘅地址呢，係由大家自行申報確認，而出行嘅記錄呢，就透過上傳安心出行中嘅出行記錄系統呢，係由會係由十二月十號上午九點鐘呢，開放俾市民作網上申請註冊港康碼嘅賬户。 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亦都會同步更新至到三點零版本，方便大家咧上傳有關嘅資料嘅。香港特區政府資訊科技副總監黃志光在記者會上表示，港康碼是為配合粵港澳三地通關之用，其中一項重要功能是可轉碼到粵康碼或澳康碼。港康碼已加入廣東與澳門的健康碼系統及數據互認機制。 并就健康码颜色判定对接，同时亦都会连接由安心出行上传嘅出行记录，作为咧诶判定佢嗰个感染风险嘅颜色。健康码嘅颜色判定咧，主要咧系分为三种颜色：红色、黄色同埋绿色。红色嘅健康码咧，主要系判定如果嗰个申请人系一个确诊者，或者系一个疑似确诊者，又或者佢系一个密切接触者，或者系佢密切接触者嘅家居接触者。 又或者確診者出咗院之後咧，係未滿十四天，或者佢係正係接受緊強制檢疫嘅人士，或者佢自行申報佢過往十四天咧身體係帶有一個症狀嘅，呢啲都係會出紅碼嘅。而黃碼咧就係、是、包括過去二十一天你曾經到訪過，或者係住響一個高風險地點，又或者你係抵港未滿二十一天嘅豁免強制檢疫嘅人士。 除咗係經來港易同埋回港易由內地或者澳門入境嘅人士之外呢二十一天如果你係未滿嘅話呢都係會出到黃碼嘅。綠碼嘅人士呢，嗰、那個健康碼呢係當天有效，佢係可以呢透過一個按鈕呢，就係、是、申請轉碼到粵康碼或者澳康碼。此外，薛永恒表示，為了令申請港康碼工作有序推进，特區政府跨部門正動員力量，通過安排外展隊走進社區，在全港十八區屋村。 街站、港铁站等地点，协助有需要的市民办理申请港康码相关手续。